今天吃什么？草莓啊。草莓啊、哦？草莓酱吗？是草莓酱吗？ Yeah. 是草莓酱。这个好像流血哦。对，有草莓酱。这个是流血。啊，流血的，那很恐怖哦。你可以万圣节的时候，万圣节的时候涂在脸上。弟弟，今天吃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原来我是很多鼻涕很少。是哦。所以我是很慢的。对呀、啊。对。你咳嗽啊，慢慢吃哦。立台小鳄鱼。立台小鳄鱼啊。还有那个，已经吃完了，我还有。好，慢慢吃。